今天，莫非？我想跟你聊聊今晚的事儿。装傻，当然是方笑雨的事儿了。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走吗？我哪知道啊？少来！哎呀，你就跟我说说嘛，我都好奇死了。今天安德烈好心好意给方笑雨过生日，他为什么要走啊？ 是这样的，今天方笑雨来我们学校讲课，刚好赶上他过生日，然后安德烈就组织班上的同学一起吃饭帮他庆生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他知道后就走了，然后场面就变得特别尴尬。我吃完饭回家就碰到他坐在楼梯上，一想到上次他救了我们两个，我也没什么表示。 我忘吃醋，小气鬼，小气鬼，小气鬼！陆叔，哎，你走慢点嘛！谁让你跟着我了？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生气吗？ 难不成你体重反弹了？你找死啊！你诅咒我？有吗？你诅咒我长胖？哦，这个我不是想不到乱猜嘛，那你直接告诉我们好不好？你那天是不是去跟 Kitty 喝酒，还跟他唱歌？对啊，我不是喊你去，你又不去。你是不是傻呀？ 到底怎么了嘛？我不喜欢他，你以后不要再跟他玩了。好，就这样。嗯，那当然可以了，没问题，我答应你。哇，你这两天不理我，我真的是都要闷死了。真的吗？嗯，好了，我答应你，你不要生气了，好不好？嗯，算你识相。 不生气了吧？等会想吃什么，我带你吃。 喂，哎你又怎么啦？你火了！你快看，你火了！你小声一点，一本杂志而已。国产男模之光，哇塞，这么高的评价！哎呀，这个记者太夸张了，讨厌！<笑>不是你这个活动真的参加对了，现在的小姑娘都喜欢反差萌。什么萌？就是你这种呀。 T 台上是禁欲系男神，T 台下是自带萌点的小奶狗。哎呀，什么玩意儿？听不明白。唉，直男。我还是看杂志吧，还是封面比较好看。是吗？可是别人都说我本人比较帅啊。对了，
之前不是有人推荐你去当演员吗？你知道这个趋势真的可以、啊。演员啊？对呀、啊。我不太想当演员。为什么？我不想拍我的戏。什么？我书还在呢。莫凡同学，你这么少女啊？啊？嗯？哎，不过讲真的，我是觉得当演员得去扮演很多不一样的人，他得说不一样的话。但我呢，我就只想当我自己，所以我只能当模特了。那你和凯曼签约的事情想得怎么样了？我也没想好，不过我可能得等我姐有空跟她谈一下。哎，小姐，这本杂志你要不要呀？你都看了半天了。要，这些还有这些我全都要，你里面还有吗？你有多少我买多少。真的？真的，我全都要了。哎，好，你买那么多干嘛？我留着做纪念呀，还可以到处送人呀，多光宗耀祖的事情。嗯，光宗耀祖。那个